今天讲的是，我会，你都会，你都会。他在干嘛？他在床娃娃。嗯。我会，你都会。哇。我帮你妮哟，他跌倒了，他哭哭了。我会，你都会。嗯，你来换衣服喽。哦，这干嘛？他在运动。下面有一只什么？兔子。那是兔子哦。嗯。我会。他要干嘛？他踢妈妈一下。不是吧？要穿衣服了。他穿衣服。妮妮要自己穿，我会穿裤子哦，我会。一直说我来，我哦，你都说我来哦。妮妮穿好了，但是奇奇怪怪的。嗯，来穿上袜子，我会。妮妮穿好了，来戴上帽子，我会。妮妮戴好了，怎么那么乱啊？这样才酷啊！不，一点都不酷。好棒哦，妮妮很好看哦。来穿上鞋子。他们要干嘛？干嘛？妈妈先找一下镜子，有什么没有忘记带的？爸爸已经准备好了。嗯，穿不进去。他的包包是那个耶，这是什么？老虎。他名叫狮子。狮子。穿不进去，他怎么了？哭哭。好大滴的眼泪哦！哇！嗯，穿好了，你很棒哦，你会穿的，你做到了。你笑嘻嘻要出发咯。哇，为什么他衣服都穿好了嘞？因为他爸爸跟他妈妈帮他整理呀。这个包包好可爱哦。好啦。先买吗？你是100块哦。对呀、啊，你怎么知道是100块？因为我没看过，知道它的价钱就叫100块。陪幼儿一起度过第一个自主成长期，为2岁儿的父母应援，与孩子一起笑着成长。准备出门咯，换衣服，戴帽子，穿上袜子和鞋子，妮妮什么都要自己做。但是妮妮真的都做好了吗？今天可以顺利出门吗？有没有顺利出门？有哈、哦。因为他晚上他爸爸妈妈帮他整理。这样哦。你们看，还有另外一本，明天再讲另外一本，它叫什么？医生都在做什么？以前都在做什么？小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，你都会。什么？对啊，是你都会啊。你都会的话，请订阅分享哦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。你们要分享啊！你们要分享给我你们的大同学哟，小朋友，拜拜。拜拜。